你昨天讲的那个真的很可怕，看电影把别人搞出来。你有你在吗？你有听到他说的？我要去投诉一下。我说他整过朋友的事情，是人家在看电影，但他想要找人家吃饭，然后他打电话报警，跟那个不要打电话报警，看跟电影院的人说，我打电话去电影院，打电话电影院说你们人在这边看电影，他家失火了，麻烦大家回家。真的太猛了，这个天哪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那个我现场，就是他快要回去加拿大了，他好想见那个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就对，他看完再见啊。那个时候已经9点多了，看完就11点多了。想要多见一面。我双子座，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双子座，我好多朋友都是双子座。你啥星座？双鱼。啊？跟你一样。嗯，我2月19号。哎，你双鱼啊？嗯，干嘛？就是这样。我3月14号。我二月，我是双鱼座的第一天。哇塞，两个双子，两个双鱼，哇，千变万化。对，等下去跳海吧。双子和双鱼人都挺好。那哪个星座人不好？就比如说王大陆的星座。你就说你马色姐姐。我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他说双子双鱼。人都感觉蛮好的，他说哪个不好？你不好？没有，他说你不好。你不好？他说你不好。